夜界狼炸，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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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叮咚，挠。我预判他的走位呀，差一点点啊。二级学个抠，死！我要让他反应过来，我们回高。谢谢卖核弹的甜甜的飞机，谢谢这个好多个飞机。我这边看不见飞机，把这卖了。这警车跑的也太慢了，380一速。为什么没有380一速的这种感觉呢？狗熊一级移动速度才343嘛，啊，340，哎呦，还没小丑跑得快呢。小丑都350。小丑，小丑，你红不要吧？小丑要红吗？我看看，妈了个巴子的，谁把你红偷了？吃个眼儿来，我俩去把中路宰了来。哎呦我艾克，还掏。大路兵正好到啊，没关系，刚刚好。像这种干克就非常的好，我们不仅干克到人了，啊，而且还回来吃到兵了，只不过丢了一个小小的炮车而已。这肯定是要抠我了。哎呀，他往右边走，掏，我咬，我咬，我咬，咬，我咬，曾经我咬，这铁棒有何用？哎呀！原来他没回家呀，我以为他回家了呢。没回家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操！先升个级再杀他这波，要不然蓄区不够。嗯，哎，算了，送了。把我截住了，我也走不了了，拉倒吧。咱先来个军级背心儿吧。大地在沉睡，但他并未死去。出血吧，不着急啊，这皮还不用着急。不过我记得狗熊没跑这么慢呢，是不是削弱了？我掏！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咬！致命点燃，掏接平 A。哎呀，这波的 A 他一下好了，我操！我没想到他能一直打我，他还敢打我。
哇，他头是真铁，这人。我寻我这波赶紧跑，让他也打不死我。他直接也跑，我们互相逃跑，然后他死，艾克追我，然后我们又一个逃跑。W 回手掏，然后吸一波血，把艾克杀掉，失败了。确实有点血炸啊！头真硬啊，老剑魔！哎，我老剑魔，你已经没有优势了，是吗？我两个刀的优势。他有皮孩吗？啊，他有皮孩，我有点追不上他呀。他有皮孩，不着急啊、哦，咬。你大爷了，跟我俩还干上了，还在狂妄。哎呀，这没炸着呀，他人怎么瞬移了呢？你也要来呀？来吗？我看这把咱来个什么皮孩呢？先来个草孩啊，草孩，然后出个小魔抗吧。一会儿艾克要是赶克我们还可以。还可以加点魔抗，这得来一个水银海，这把得来个水银海，这边控制比较多，这控都是控，并且我们有韧性的加成。哎呦，掏一下子来，掏打，我咬。怎么的呢？这怎么的？我这不荡妇二连吗？小伙子，一个小小艾克不足为惧。这魔抗给谁出的呀？你把大给我交了。咬，哎，没打着，别，哎，白打一个大招，别，再见。骗了一个大，还不错啊。这波水银海加个小布甲。应该来一首 BGM。 来吧，剑魔，开呀！
漂亮。猴迷妹说什么？猴迷妹说消失了，我会找他吗？到点了，网易云开始了，正好12:52。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怎么的呢？我不掏你吗？哎呦，我这艾克又来了，这有点烦人啊，这有点烦人，我应该是够呛了，走位。哎呀，这艾克太讨厌了，真的，帮我守塔。没了，塔没了，快守塔呀，塔没了。来日炎不？来什么日炎？双火护手。哎呦我机器人，漂亮机器人，双火护手。不出不出日炎，出日炎太小了。我的徒弟有神之名，懦夫不配妄自称呼。好烦啊，又吃了我一波。我们都是蛮荒的血脉，我的塔皮吃不着了。1300，谁被瞎当了？这剑魔也出反甲呀！哎，我服了，真的。剑魔出什么反甲？不甲还加反甲，怎么的？剑魔怎么的？剑魔盖呀！操！跑个屁！又叫人，真是的，你俩真是他妈连体婴！我操的，跟你俩玩真没有意思，我去打团去了。太难了。咱们这团战啊，谁也别打，就杀那艾克啊，别人都不打，直接不打别人，给我打死他。给我打死了，小丑怎么死了？他也被瞎当了，行吧，瞎当了，中推，瞎当了，我双火护手了。哎，漂亮，不太漂亮啊，这怎么变成我要死了呢？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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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。炸！这波零换二不应该呀。小丑来吧，小丑把小炮收了。小丑，啊，小丑，小丑武术还呀？那这不随便收吗？再收一个小丑，
小丑可太低级了，小丑。小丑的 Q 技能多少秒 CD 呀？怎么 CD 时间这么长吗？给我杀兄弟！这艾克今天走不了，把跳弹先打了来。谁能跑？你今天都跑不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带让你走的。嗯，我不可能让你走，兄弟，明白啥意思不？明白啥意思不？明不明白？算了，你不明白就算了吧。哎，真可恶，真是可恶。给我打死他！还得俺们家这薅着，你知道吗？还得薅着。先杀小炮，漂亮！这波双杀拿的虚浮啊！建模咋的？建模，建模好像有点不服我们家薅着，我们家这薅着不猛啊！这薅着，嘿，我这薅着，薅着死了，我走了。猜咋呀？啊！喂！我擦，又渡影，我求内幕。喂呀，喂，为什么没小兵了？原来杰不是小兵。谢谢七二九七，再次崛起，山顶之下藏着怒火。我刚才真的以为杰是小兵，然后旁边也有小兵给我扛塔，没想到居然没有小兵。去下路，啊啊，我杀。哎呀！杀！杀塞拉斯！杀剑魔！炸！掏！人头！黑猫警长了，其实我是黑熊警长。当我的胸膛化火焰，他们就忘记自己的血液。哎，一个没打着，哎，哎，把他杀了呀！艾克，艾克没技能了，快快快快快！那上面有那个火蓝，怎么死的？还行啊，薅着拿的龙。哇，那艾克一个亿打我那么多血。最接儿了，谁的接儿啊？谁的飞接儿？我看看啊。把它撇了，我们先出一个这个板甲。火蓝可以弹自己，对，弹自己没啥毛病啊，我觉得。你想跑啊，兄弟？你觉得你跑得了吗？嗯，你觉得你跑得了吗？
你想怎么跑？没事，他没了。那峡谷先锋跟防御塔单挑还是打不过的。几条龙了？我们家两条龙，那还可以。我觉得火蓝的大招应该能弹自己家人，而且掉血。他要能弹自己的话，他弹自己家人掉血的话，还是挺合理的。我再来一个振奋。来吧，耗子！哎呀，我操！今天把他杀了，今天必须把他艾克给我杀了。跑的真是快呀！我都已经跑的这么快了，他居然还能跑得过我。咋的呀？啥意思啊？给我杀！是漂亮，这点烟必须给我套上。小王八犊子，跑得这么快！完了，能打死不？剩个小炮，回家守一下。嗯，家别没了。姐肯定是打不过这剑魔。但是他可以玩一玩这个剑魔。哎呀，小丑！我们还是不够肉啊！我发现，就即使这个样子，依然还是不够肉。还是脆，关键 AP 伤害有点多。这都是 AP 的，他们家四个人都 AP 的。大龙我们可以打，来吧。给耗子打个红 buff， 直接打吧。哎呀，这就打就得了，没事儿，直接打吧。这也没有眼儿，不打白不打。只有我跟耗子在这个勤勤恳恳打龙，是吧？行吧，耗子，就俺俩打吧。有人打龙没？请问，剑魔干啥来了？哎呦哇塞，拉斯真帅呀！一提到帅，我就想起了惹帅；一想起惹帅，我就想起了那啤酒人。怎么老整一些啤酒人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还有那杰斯那英雄，那玩意儿呢？你才拿出来，哪有一把不让人干的？那英雄无限让人干的，无限干的，没个整。完一点用没有，你妹妹！凡人的造物必将磨灭。我怎么站起来走了呢？我不是趴着的吗？完了！
谁死了？杰死了，剑魔死了，没事啊，哦，我们可以推下路。下路没人管，我可推了。最近看比赛看的最多的就是死告他丢车，一直丢。我看一眼他丢个车，我看一眼他丢个车，一个车90块钱，两个车180。哎呦，想跑，想跑，想跑！太狂妄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以为我以为卡了呢，这是啊，哦，这是假的呀，啊，哦，这是假的呀，啊，哦，这薅的这走 A 挺猛啊，这薅的，也不禁夸呀。